你喜欢长头发的还是短头发的？偏长头，偏长头发，偏长头，偏长头发。谢谢谢依霖，谢谢。我比较喜欢消防队啊。都是真正的警察。对啊，没错。现在警察都颜值这么高。真的，现在警察年纪越来越轻，所以基本上一定要先有颜值才能当警察。警察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我想，哇，怎么这么帅？不会，你很会挑哎。我去看一下，很帅，很帅。毕业很久吗？感觉很年轻。今年算第四年啊，就是毕业后执行勤务四年。对对对，所以考警专，对对专毕业，然后去执勤。对对对对，对是不是？对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什么？什么？姐姐突然间，你有女朋友？你要去帮他按手？没有，你没有，会需要我们。是因为工作太忙的关系吗？对，是没时间去认识女生，就是可能没时间。喜欢的类型，喜欢的类型。你喜欢长头发？你刚刚误导人家，误导长发角色不是？就看顺眼有没有特别喜，比较喜欢高的吧。怎么样到顺眼的？那有没有类型？你喜欢长头发的还是短头发的？偏长头，偏长头发，偏长头，偏长头发。谢谢谢依霖，谢谢。我比较喜欢消防队啊。笑真什么？开玩笑，哎，开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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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赶紧搜查我家。什么？你还没订阅来吧？营业中的频道哦。这样就 out 喽。赶快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能跟着我一起走在时尚的尖端。